在属性上取得优势。去我左边。好的，哎，可以稍微点到我左边。那过去吧。对对对。站着就好。你靠上一点点，别让我也上。这是寻找障碍来选择技能的。果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神奇宝贝是强力的神奇宝贝 Pirachi Jinx Bubble Fan 力度模式，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。两张 S 啊，设置按下按钮，很好，这是一支属性很吃香的队伍，上吧。战斗开始，用这个第一回合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Blast Burn只用于尾部攻击。
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都为什么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蓝火很好的策略。玉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出去了出了出了出了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！太棒了！看啊 ，Blue Ray， 不妙，是辅助防卫打平的。这边不忙应该了，不错，捕获机会，最终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失误，很好的判断。超进化机会，将不必成功。超进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丢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。哎、你按。你按还是我？给你按。生存简历。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这儿是超级球。我也进去了。对啊。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，按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。接好。传送结束，取出 Jetta 吧。等一下。This is Coins，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开始 Pokemon Jetta 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亲，都地牙了啦。没有。有发现神奇宝贝，是非常神奇宝贝。没关系，还有一个。Arios， 你要用正规。用正规，那个。一直炒股。帮我拿一下。看出神奇宝贝，是在哪里？这样小心哦，你的地方。哪里呀？好尴尬。这是你的缺打吧？你这在哪里？哦，在这。三个都一样。你那个掉出来，帮我整理一下。很好，这是一只属于两只纸啊，香的队伍。我有哎。上吧。结束了。你爸，我们爸。开始。什么的三五？葫芦发芽吗？哦，风火龙按五十才可以炒股。先取消超进化。风火龙按五十才可以炒股。对啊，真的啊！来，我跟你一起按，按了，按就好了。哎，我这么多，他刚就按过了。宝贝，轮到你的时候再按了。他都不给我按。人身攻击，轮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按了，就是。太棒了！看吧，哇塞，他刚都按过了。向我协助。OK。对方神奇宝贝攻击要来了！可以，他已经出笼了。哎，这样还要超级进化？对啊，因为他没改了。哦，对，没有，他已经那个
啦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真的，你按五，你按五，他不会死，他不会死。对啊。很好的判断。按五可以。可以啊，之前你打过来。按五会死吗？会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那按十嘞？按十，因为十会打死他，因为通过龙眉岗会变强。按五。对吗？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。嗯。哦，成功了。我要按减减五十。减五十，减五十完。减五十五来，对，不要辅攻，不要辅攻，不要辅攻，耶，没关系啦，超补，我知道，超补过，反正你不管按什么，一定会知道啊，你就练加五十吧，好啊，那我按加五十，你就练加五十，两个起啊，这边两个起啊，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运动强度，嗯。我这还是会死。还有强化，还有强化，对，要先抓别人。超酷，我机会。等一下，抓旁边有效。对，你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三次。哎，对了，我也要穿，我也要穿，两个一起穿啊。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。你按。自己按，只有手环可以借我一下，我没有手环啊。按下求子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2、3、4。咱们就不见了。是啊，超跳太慢了，有点太慢。他跳号也还蛮多的。对啊。是哟。耶！抓一步，抓下。抓一步，一步，一步。一步去换，一步去换。一步一步。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对对对。神奇宝贝有点长途，现在开始神奇宝贝交换时间。想和你交换神奇宝贝的人来了。要投啊！对，还是要投。这里我已经拿了，我已经拿了。用你的神奇宝贝，不要换海边的。那是海边的。哦，那是海的。不是，那是海。那是水吧？它水跟海都有，高也有。对，还是要投了，还是要投了。人工交换。一定要投的，没投。这个机会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不要按到，按到的话就太衰了。没有，按如果有按到。那就把卡地亚跟金链，他没有路法，对，他没有路法，用超模，然后撇下来。你要传送机？传送机是什么？去出家吗？OK OK， 可以。